黄一心，一个谜一样的追风少年，这是我心爱的作家。今天我就要乘着他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整装完毕，我要出发了。其实我的座驾比你看到的要惊艳很多。是的，只有这么精致的车才配得上我小巧的身材啊。我的第一站是澳大利亚美丽的黄金海岸，据说这里是冲浪者的天堂。勇敢如我，当然也要乘风破浪一番啦。我以为这会是一次非常帅气的合作，没想到这竟是一次惨烈的触礁。冲浪太难，后空翻我绝对没问题的。快闪开，快闪开，我黄一心要表演后空翻了，都给我让开。3、2、1。哎，耍个帅竟然还遇上碰瓷的，不在这玩了。我的第二站是风景如画的江南水乡。像我这么温文尔雅的男子还是更适合泛舟歌唱啊。小船儿说翻就翻，交友不慎呐、划船遭暗算，钓鱼总安全了吧。哎呦，这是一条大鱼啊，大哥你在后头抓稳了啊。钓鱼钓鱼，差点被鱼给钓走了。